大家好，我是 Henry 刘宪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很不一样的一期节目，大家可能注意到呢，在我们现场呢，除了我们 Henry 之外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奇的装置啦。哦，就像那个零零星，整个的现场显得非常的国际化，有没有？而且今天的来宾是我邀请过来的。哦呀，我从，可是她是我女儿。你不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在一个节目里面，她演过我女儿，是我的宝贝儿。你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，她是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。你等一下，她出来，我叫她宝贝儿，你看她的反应，她会说啊、哦，宝贝儿，欧巴。等一下，我管她叫女儿，你看她反应怎么样， okay, 好不好？好， okay, 好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掌声欢迎你们最爱的云哥，欢迎哦。不要了！哇，我不要你了，宝贝儿。谁你的宝贝儿？女儿，女儿。看我叫爹有没有？他在节目里面，只要来一个女嘉宾，就管人家叫宝贝儿，特别不好。No， 不要跟他讲。哦，不跟他讲，不跟他讲。我已经知道。Okay, 好，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首先要考你们几个网友们很爱讲的奇怪的网络用语。看看到底是 Henry 的中文好，还是我们允儿的中文好？洛西，你先来出一个好了。哎，这个太拿手了，拿一个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经常说到的一个，老司机带带我，老司机带带我，司机。司机啊，老司机，老司机。对，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知道。我解释给你听哦，好好学习哦。老司机这调的表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人，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，就带他这样子。比如说现在何老师，老司机，老司机。然后我是年轻司机，对，所以你要带我，带我走。年轻司机。我们小白来一个吧，王博文，简单一点，这个懂吗？六六六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厉害！哇，你知道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，好厉害的时候说的感觉，是吧？对，我默默地过下了。对，他这个是厉害的。哎，我再出一个男的，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宫廷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成语，说雨露均沾。哇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请说啊，我来说，就是那个路，很紧张，所以，不是雨露均沾，所以你就走的时候，你就一边走就一边很紧张，路紧张。No， 一丁点都没沾上边儿。雨露，下雨的，不是露，露水是露，露水。就是早上有的时候树叶上面会沾上一点那个天然凝结的那个水，叫露水。露水不是露水啊，露水露水。看我的嘴，看我的嘴。露水露水。你对我说露露露。你在想什么？打嘴打嘴。雨露均沾呢，就是把爱给所有的人，平均的给所有人，这个叫雨露均沾。说的对，大家，我跟女人会雨露均沾你们。他的韩文怎么样？韩文很好，但是他用的韩文都是怎么说？对女生说的话，好像花心的感觉。花心的感觉，真的，中文和韩文做到了统一。我先跟他讲。今天是 Henry 的揭露大会。没有，等一下，让他补一下那个开玩笑。你说开玩笑，就补一下。不是开玩笑。好了，回来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